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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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趴了，哎呦，吓趴了，吓趴！今天最变态的还是那个哈基哦，站在同个角落、欸，熟悉的位置，角落看着你哦，小雨，你要想一下哦，可怕！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全都看到了啊！今天十一个人，孟娜初次挑战，耶、yeah ！哎呦，职业都没问题吧？没有问题。那我们要考试哦。哈哈。小丑是个怎样？丑哎吗？丑哎，所以他怎么获胜？被票出去。没问题啊。那再继续考考试喽。那个时间管理大师是怎样？时间管理大师。时间管理大师，哎，我不知道。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内鬼啊，我们就只开百变怪。对，等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好像是十二人呢、欸，我们少一个呢，我进不去呢。把你空间开小了。我进不去。你的人数满了，你的人数调满了。房间开小了，有两个人进不来，是不是？没事啊，我们换一个啊，我家很大啊，换一个啊。确定错了，方向定错了，哦，所以不是我的问题，不是不是不是，你竟然都没有讲，是波波的问题，波波把你给挤走了，好扯，好扯哦。没错吧？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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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了，诺诺哭了。没事没事，太扯了，迪叔你怎么这样子？哦，你们都没揪人家局，我的局哦、没有你的局是谁？又是谁？你够你也叫啊！哎呀，有够够不爱叫啊！十二人，十二人，哎呦，十二人，那我们就那个三个内鬼，啊鬼，三个内鬼的话，我觉得抹除者应该就哎、欸，那是什么？清除者就可以来了。嗯哦哦。清除者还是会有的哦。好的，我好害怕、啊。但让他的清除的 CD 变久了，好不好？嗯，他如果是清的话，他就要二十秒才会 CD。那内鬼的刀人时间也是四十秒，比较久的。好，好，好。嗯，谁、啊、还没进来？我举手，还没进来的举手。我。换人了，换梦，换梦娜了。哈哈哈！进来，进来，进来！出发！再弄一次双胞胎，耶嘿！我们今天还有新增一个职业，好人方的，让好人方更多，好不好？哇！但这职业其实还好，它叫做调包师。调包师，对，简单来说，它也叫做换票师。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投票环节的时候，在这个环节最后结束之前，他可以把两个人的票调换。哦、对，比方说现在可能是有没有 Bobo 最多票，那迪叔最没有，那还可以调包，让这个投 Bobo 的变成投迪叔，投迪叔变成投 Bobo， 他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换票，所以到时候票型会怎样，就是要看调包者他的想法了。好，要记住他是好人方，对，不要想错，他是好人方。很邪恶，我有问题，是你的画面没有东西。你的画面没有东西，太强啦！观众太强啦！感谢今天孟娜说的一定对，我绝对相信他，只信服他，只信服。调包师对，然后呢，调包师他会有一个缺点啊，就是他没有办法紧急派桌，仅此而已。哦，他不适合我，他不适合。你不要再乱说了，就是全场，整场就只能一次拍桌这样子。好的，他不适合我，希望我不要抽到。那其他一样还是有警长啊、医生啊、灵媒，然后还有间谍，上次有开了间谍，间谍没有工程师，但是有间谍，所以等下内鬼进去的时候，应该会看到有四个，好不好？四个都是你的人，迪叔懂吗？好，还有小草，那我们要问一个，试试看，走起走起，巴拉拜巴拉巴，托米百变怪是不是好人？对，他是好人啊。关麦，关麦，受不了了，听不下去了。我刚刚在这样，
开了啦，关屁关屁。哎、欸，所以伪装者是什么？我是一般的杀手，对吧？没有一个应该是。本团敌输。我看到尸体了，哎呀，怎么是飘飘啊？妖怪两个，怎么是花花姐妹花跑了？两朵花花哦！我在刚刚出来之后，跑去加油，加了两罐油之后，左边一进去电房的那个，一走进去，然后就看到那个按钮前面任务前面躺了一个尸体。哇！大概在左下吗？还是左边？就在左边。左边。啊哈。左边。就是在电房进去。在左边，可是我看一下我地图，找地图了，看一下，可以，地图地图要翻到之前，在我这边，应该有，应该有自己。哎，你说，我这边呢，能保那个。能保 Bobo 跟小雨，我们刚才都在那个医疗室那边。好 ，Over。我有看到小雨，他们三个人，因为我跟团团是在后面。对啊，我那时候看到那时候团团在那边医疗室，我就很害怕。然后想说，说不定他其实只是在暗示我说他要去做医疗，然后我就跑过去看到医疗室就是有发发他们三人，然后他们就往下面走，我就继续解任务。然后我一直想说会不会被团团刀，会不会被团团刀，然后就没事。哎，我们今天这个，所以我们右边是五个人呐、啊，所以其他的是看你们，其他可以排比较。因为诺英跟孟娜没有往我们右边走过，所以是在你们左边的地区。哦。黎叔，黎叔是不是你是自暴自弃？我跟你说，我是真的很危，可是我在左下角那个用水，可是我上去之后没有看到尸体耶，就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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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了，位置怎么看不到？你位置在位置在 Cam 房上面那个黄色点点 ，Cam 房最左上角那个黄色点点吧？对对对对对对对 ，Cam 房出来那个黄色点点。那你为什么看不到的地方？ Oh, oh. 我真的没有看到哎、欸，我发誓。哦吼！没有没有，你这样子还哦，我这样更想投他了。哦、oh. 欸，哎，你怎么少走啦？哦，哦吼，哦吼，哦是吗？文丑啊，哦是吗？是吗？弟弟，你要想一下，弟弟，哦是吗？就他是换票，是把你换走，有没有？对啊，你看直接把票换到你是吗？完了，那我先投他了。我忘记换票师了。Lumi 繁星呢？我在中间，然后上去有遇到 Lumi 团团跟迪叔。中间是 WiFi 房那边，在 WiFi 房。对，你有遇到团团迪叔？有啊，有啊。啊，那个团团就是百变怪的团团啊。哦。因为我这边的团团它是持续很久的，就是绝对超过30秒以上。对啊，我还是有追。团团，你遇过谁？我在想，就是在我们右边这里啊。对啊，你那就是在更前面一点，他有遇过谁啊？对。可是我开场吧，开场完我就要开场，那大家都挤在那里。哦哦哦哦！嗯，对，我觉得那边的他们遇到百变怪，是不是迪叔你变的？对，迪叔你是不是变都变团团？没有吧，他看得到我，就是我不是啊。哦，对耶，他看到你就不是。还是蚂蚁啊，蚂蚁都没讲话、啊。蚂蚁往运输船下去之后，我有遇到哈基啊，我在哈基隔壁的火箭。对，刚刚我是
我在货仓那边提了两桶油出来，一个到右上，一个到左上。然后在右上的时候，蚂蚁的确在我旁边晃很久了。哦，那又在那边捡那个清理任务啊。记得投票。哎呦，会不会有换票师做事呢？换票师，哦，换票师，换票师，哇，干净好不好？两票师，完蛋了，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弟弟。我刚刚就是眼睛闭起来，然后张开，闭起来，张开。所以团团是鬼那个大祭司，应该关麦吗？有，索尼好了。对，可能是大题。哦，是谁？嗯，是我拍的，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啊！你没看到任何东西啊？因为我就是边走边按，我在那个，我看一下地图哦。边走边按，你边走边按，走边按。炮房的下又就是出来的下面那里，那边解完任务，然后我往不是有那个地震仪的任务往上吗？对，往上。那我就想说，就是反正因为我就习惯边走边按，我怕出了意外，然后就是直接差不多在 WiFi 房右边那里就是触发了，然后我还想说，哎、欸，是谁拍的桌？结果是我，是你，就是你，是你，对。然后我看到的是蚂蚁在那里。哦，可是就是那边我是没有看到其他人，而且那时候是我从。左边解完那个迪叔去解那电访的任务嘛、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很多人就往是我开的往下走，对，那所以我是从下面那边过去是没有，中间是那边没有看到别的人哦，嗯，所以看你们上面有遇到谁？那发发这次也安全，因为他那时候关灯的时候，我在那边有我往回走看有没有人死掉，然后在那边按、嗯，然后有看到那个余光有飘到发发。然后发发就一路黏着旁边，跟我一起。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信任彼此？你们两个怪怪的哦。我不知道，我很害怕，我知道。那一坨发波比他们下面没错了，他们那一坨是在一起。嗯，发波比哦，因为我人长，我人长这么漂亮，我很担心我被人家。你好好再想一下。投下去了吗？都想象哎。我觉得还是觉得迪叔卢米怪、欸，我没有怪、欸我今天可以保卢米。我刚才有电解电呢、欸，内鬼有保我吧？内鬼有三人，那刚刚的尸体是在左边 ，Bobo 发发小雨刚刚上一天是在右边，他们三个人都在一起，然后所以他们如果里面有一两个内鬼，早就该做事了。嗯，对啊，对啦，对啊。然后所以小跟团又是的确是那第一天也在右，我们也在右上角，也都没事。对啊。然后我比较怀疑是蚂蚁，可是蚂蚁倒了，所以我觉得迪叔、卢米、繁星、哈基四个出三鬼。哇，你的狼坑很大呢！你说我们？对啊，轮你们哪里当四个出三呢？本来就有三个内鬼，四出三。哦，有三个内鬼哦，三个内鬼，三个内鬼啊！哦，那个，但我觉得迪叔没选走，迪叔你有身份吗？对，我有身份。你是什么身份？我是好人，很棒棒。你去死吧你！那你先扛一刀，你先扛一刀。你先扛一刀。我太能搏你，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不？我们这轮一定要票，因为内鬼还没有出局。是啊，危险了，危险了！啊，我怎么一票？发头的，一定发头的，一定发头的。我还是一票，好惨的。
人美错了，我就知道。好了，一起走吗？就刚刚开场嘛，开场眼睛就是一直闭，然后张开，然后闭，张开。爸爸鸡，嗯，我是在那个右边消毒间，怎么都是你找到的？又是你，而且才那个，我才刚刚才跟那个团团见到面，又是你，然后哎，又是对，又是我，而且呢，现在剩下几个人，六个人。如果内鬼有三个人的话，代表什么？早就结束了，早就结束了。所以刚刚迪叔，迪叔是对的。我刚刚是直接硬要票迪叔的哦。第一天迪叔有两票，其中一票是我，我也可以直接说，嗯。然后我的身份是灵媒，这样足够证明我很好了吧？好，你好棒哦，嗯。那你可以跟发发沟通一下。然后那时候是关灯的时候，团团忽然间在我旁边出现，我不晓得他是怎样出现，因为很暗。可是因为第一天我就知道他身份比较好，所以刚刚他也是没事，然后我就往右边，因为我剩最后一个任务在研究所。然后下去的时候就看到哈基在那，那我这边会怀疑的是繁星跟露米，我这边也比较怀疑露米一点、欸、我先怀疑露米，因为露米刚都是单走，然后而且他也没什么说话，露米对，哎 ，Bobo 我最后是跟你走在一起的、欸，可是我没有保你，你看起来很想刀我哎、欸，我看起来想刀我，我只是去开灯的时候，啊、这一天多了两个人，他有可能是在 CD。对，因为这现在他们两个人，我很担心，我很害怕啊，我不敢停下来。你怎么没有保护好发发？你不是都跟他走一起？对啊，你为什么最后没有？对啊，这不是波波你杀的。我很抱歉，发发在天之灵，我会烧。你有解释你是任务跟他分开还是怎样？任务跟他分开啊？你有身份吗？我没有，我是穿越，我任务跟他分开了。第一天的时候，小雨、波波你们走很近嘛，就是最后对都是。对。我们基本上是接着走的，因为我第一天右边任务其实还没解完，然后我们第二天之后他们好像解完，然后就去接左边的。那我还是觉得繁星那其实排除，因为像上一天的时候 ，Bobo 你的话就是你说你跟爸爸在一起怎样的，然后那时候繁星跟迪叔异口同声都怀疑你，然后想要票你，然后迪叔那时候也第一天跟第二天也都是保。那个哎、欸，繁星第一天、第二天都是保迪叔跟露米，不是保露米而已、欸。嗯，就我觉得比较可以。繁星第一天不太算保迪叔啦，因为是他爆出说那边有迪叔跟团团。哦，你好清楚哦。啊，我是觉得如果这样有两个这样对比起来，我觉得团团偏好，所以反正我会投露米。我这局，我觉得目前看最可以就是露米，这一轮就先把露米投出去吧，对吧、啊？露米，你有没有身份？狼人好 ，OK， 我知道了。你们都没有任务，我那个任务快好了，我那任务卡五个住了，我要卡住了，对，我赶快去解。我发，我会烧两对金童玉女，你是不是小丑？
露米选一个票吧。他没有，他弃票。小鲜肉。什么小鲜肉？我刚听错。我要金童玉女。被笑死。怎么赢？刚想到小雨到不到，魔影、哪个是公子吧？麻子安安 ，Yo， 怎么了？喂，刚刚我是想说啦，就是节省，后来想要节省一下时间，对，因为呢，我后来想到我有个任务在右下角很麻烦，那我们就现在就直接说我是间谍，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坑排下来其实反省。哦，你是间谍哦，对啦，你是间谍啊，间谍啦，对啦，所以我刚刚前面都在故意演，那边晃来晃去。抢劫啊！那本心说他如果他是间谍怎么办？那就很简单啊，那就是看就是你们看你要相信谁啊？啊，如果投掉我的话，我就也可以比较快速的飞到右下角去解任务。好啦，不要浪费时间了啦，好啦，不要浪费时间啊，快点啊！我是小丑。不不啊，对啊，你是小丑，不要我怎么了？好了，不要浪费时间。你看到我只有一票、啊。没错啊，波波啊，肯定是波波啊，肯定是我，是不是？好吧，那我出手了。别出了 ，QQ，QQ， 就是麻烦小雨哦。我超级好哎、欸，我刚刚原本还想说要去。那个拆桌卢米，然后想说不对，我是小丑，我干嘛要帮好人？然后就卢米就过来把我杀了。不是卢米，前面变成 Bobo 啊！我觉得刚好是第一天，你们是不是三个内鬼都走在左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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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我们第一天就全部左边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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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体都在左边，我们右边五个人就等于是卢米。我教你怎么玩啊！你变白变快之后，你要在人群中杀人。对，反正你就知道混乱就对了。而且后来那个倒的都是在左边的人，所以我们右边就团结一条心。对啊，我就说哈基好了，原本一直都把哈基放在心头上，我就想说他第一天可能自刀自爆了。你把哈基放在心头上，他离开游戏了，他弃气了。我就觉得啊，没事了，没事了，应该没事了。我一关麦人都不对，巧克力平常都会怀疑我自刀自拍的，今天怎么都没有？我还一直怀疑巧克力是不是怪怪的。我就想说你们四出三人啊，我说你们应该会怀疑我，怪怪的。那、请问孟娜是被谁刀了？反应。哦。哦。好难过，我才做第一个任务，我就看他走过来，我想他应该不会那么快，第一个就杀我，就啪。啪叽。啪叽。好了。不是啦。那路易看到我就哇、欸！我看到路易，我先绕过他，那个孟娜，我先绕过他。路易不刀你，迪叔也会刀你啊！我不会，他一直在找你。我哪里？我说你好扯哦！你死掉，他整个语气都变得很开心。还有我那时候在的那一个房间，三个杀手全部都在那边。我想说，哦，很多人应该没事。结果啪，我死了。我看了一下身边，全是红色的，难怪太惨，变成巧克力杀我。对啊，好坏，好坏了。好坏啊！那时候我上去，蚂蚁那真的是完全没注意到，我就一点一点，然后你就点到了。我还以为是别人，我想说那个是真的巧克力，然后上去之后怎么巧克力从那边出来，我就觉得怪怪的，他就把我，而且他就在人群中直接把我杀，可是没有人在乎我，没有看到，难过，巧克力好扯哦，我们可以杀掉蚂蚁，
下一场，下一场，小心抵住险恶人，小心好人，小心点杀点杀点，上报这些报名，上报看，拜拜拜拜，难玩。我跟你讲，我就踩在尸体上面了。找个尸体踩，不是没我没迷你，喉咙好痒哦。通讯任务给他们做，每次通讯任务都我做的哎。我想从右边拉左边。这是干嘛？是放了等他时间到啊？哎、欸、我哦这边有倒数是不是？哦哦哦，你干嘛？叮，然后嘞，哈，哈，哈，诺伊，你看到了，你在哈什么？哦，是你拍的，为什么？对，你不走，你怎么跟着我们一起喊？我跟上一场的我有什么两样？他就按按了，我就按按下去了啊。他在那，他好像是在那个医疗室下面那一块空地。医疗室，医疗室下面那块空地。对，诺伊，你刚最后没有跟我走在一起。没啊。我跟你走在一起分开后，我就所以刚刚左下不是诺英哦，左下是诺。我没有诺英，你刚刚有经过办公室出来吗？就是对啊，我经过办公室出来啊。嗯，哦，所以那是你，啊欸哦、你走那么快、啊，小米他直接穿过。那个最后诺英跟我从饭堂办公室走出来，然后我解一个任务还没解完，然后诺英就拍桌了。嗯。哦、所以尸体是在你是说在那个岩浆那边吗？对，岩浆上面，岩浆上面，岩浆上面不是有一个电缆杆吗？哦，就是没有到医疗室那里面、嗯嗯，还没到那么过去啦，还没到那么过去的地方。哦，在旁边哦，我想这样时间才对。我想说在医疗室下面，我想说哈，瞬间移动，不是就是医疗室下面那一块空地呀、啊？没有，是外面，外面，外面的空地，哦、外面那一块。因为我会以为是消毒，我以为是消毒办公室上面的空地。下面那一块空地。可是我要说 ，Bobo 是很新鲜的，因为我刚才去看完心电图，那个时候只有史哈基一个人而已。那我这边也说 ，Bobo 真的很新鲜，因为他是医生，他给我护盾，他在左上角的
对，在那个电房 camera 房外面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 Bobo 动向很奇怪，然后那时候关灯，我去解开灯，旁边只有 Bobo， 然后一开灯的时候，我就看到我旁边有护盾，然后我就知道哦 ，Bobo 原来是医生，我还很担心他，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在左边，大家应该有看到我就是四处爬爬照，因为我是无敌的，我就想说我无敌状态就不要解任务去四处看看状态，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对，然后那时候关灯的时候，在饭堂的外面，我忽然间护盾就没了，我就知道 Bobo 死。然后我原本想要紧急拍桌，可是因为关灯的状态没办法拍。然后我就去看那个办公室，去看那个心电图，就看到 Bobo 跟哈基倒。对，然后开灯之后出来就是诺英拍桌，所以那时候 Bobo 倒的也是蛮快的。大师兄，大师兄这场很认真解任务，我一直在看监视器，就。只看到跟解任务，那你看出了什么？那你看很清楚啊，到底是你出还是看电视？我看出了，我什么都看不出来，我只知道梦娜一直一个人走。那你这样对啊，我一个人走啊，你真的很认真呢、欸。大师兄这样不行啊，真的这样。巧克力找我吧。梦娜跟迪叔有独处过，因为我那时候躲在外面，他们是看不到我，然后我就隔了几秒过去看，就两个人都还活着。其他人就都没什么，都不太清楚，因为都是走很散。嗯，对，这场只有前期有一段，不是大家不是全部都在中间开 party， 我觉得很好笑。对啊，那个真的开 party 啊，我走过去想也太多人了吧。我们说我们是很多人，因为那时候那个、啊、通讯任务有问题，然后我们感觉都彼此都很害怕。一坨在那边，大家没有去解通讯任务，全部都在中间在晃晃晃，我觉得超好笑了。好啊。哇，没，下一天要小心了。下一天等等哦。警长，警长，你也可以勇敢哦。这个票，我死得好惨呢。原来要拉回去是吧？哦，是这样子哦。想不到呢，真的想不到呢。也完了、啊，其实又是卢米迪苏哎。为什么眼睛紫的？还可以变啊，还变红哦。去变色，嘿嘿，嗯。
没事，你们的店交给我来守护。差不多了吧？解完了，你要杀我吗？想清楚哦。嗯，怎么写完？太久了吧？那清除者哦，啊？为什么要用？为什么？蚂蚁啊！你又来不及了，因为我刚刚很帅，因为我在录之前不小心解除变身。我已经变成蚂蚁，我想要拍照来不及，被打掉了。我想说，我想说要去抓卢米莎他灭口的，可是他跑好快。我看到不对劲，赶快跑了。不是啊，卢米莎，你任务没解完哎。没有没有，还有那个小雨。可是我是我的任务，我卡 bug 了。啊，卡 bug 为什么？你是说那个电线吗？我是间谍，然后那边有一个电线在那个哦，电线跟那个洞。那个洞，我跟你讲，小雨，我去上一场也是这样，然后他们说只要点死掉就好了，它就好了。你可以直接拿滑鼠点它。对对对，是不是？你知道我按了之后，然后我从那个洞出来之后，我一直在跑步，我变一个跑步机卡在那边，完全不能动。哦，真的假的？完蛋了，我感觉东西好像是坏人，可是我卡在那边，我完全不能动，我只能有人拍桌来解救我，就所有人都死光了。你卡住了，我卡住了，地图怪怪的。团团是狼。嗯，对，你知道你们两个很帅哦，你们两个是。我想到团团，可是我完全相信了诺英，你知道吗？那时候团团在旁边，我想说这里有诺英应该没事，然后结果团团刀诺英轻。啊，我是，等一下，我没有杀你呀，我在帮你扫地耶。他是扫地，扫地扫地。我跟你讲，我从头到尾只有刀过一个人。基本上因为你都在扫地啊。然后我就疯狂遇到尸体，我就疯狂扫地。哇塞，好扯哦！想说第一天那个哈记拍诺英，感觉人蛮好的。啊，我一个就死了。对啊，就是死了，就是对啊，你很早死啊，所以他那时候拍，他没有必要拍。因为你知道吗？那时候的状况是团团跟麻衣都在那边，我想说啊，是有人要 Q 吗？没有人要 Q 是吧？啊，算了，我 Q 我自己 Q， 然后就把哈记 Q 掉。我想到那边一坨人应该很安全吧？死完这三个红字在那边，三个红的，哇，可是我们也差一点啊。哎，那个警长刚刚是谁啊？哇，孟娜，我们两个互杀，哎，你们两个手速很快，十五刀，互刀同时，可以互刀，对啊，我没想到可以同时，哎，对，我没想到可以同时，因为我看团团本来在上校那个门口，然后可是我走出去了，我就看到他在下校，我觉得怪怪的，然后他要跟我去那个。上船之后他就进去出去，然后进去出去，好像确定有没有人一样。然后就想说他给我靠过来，我要变他，然后我就死了。然后你就被他倒了。哎，那个很关键，你没有你那护刀，我们可能就倒更快了。对啊，对，应该就更早结束了，对啊，更强了。然后我看洛英走进来，我说洛英拍照，结果他把团团尸体吃掉。对，他把团团尸体吃掉。洛英，你是有多饿、啊？哇，连队友的尸体都吃了，对，不要聊尸体。而且我亲，就是看到亲见我就按，我也不知道我听到是什么。而且他们刚刚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们是那个敌叔进去消毒间，然后叠杀，然后马上秒清、欸，超扯。就反刚好反省走吧，我没记错还是谁？因为关灯啊，对啊对啊，关灯的时候。
没有办法，好狠，原来百变怪变人，他有吸有时间哦，有、哦，我不知道哎、欸，然后我就变了那个繁星啊，然后我本来想要去宰露米的，结果走到一半，我在露米下面直接解除变身，然后跟他对看了一秒，你知道我跟他对看了一秒，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追他，你应该可以追到底，因为那时候人数也很少，就没差，对，然后溜掉了，他好猛、哦。好扯哦，扯哦，好扯！啊，那个换票师都没有做事，我一开始就死了。你是你是他第一天就死了，他第一次换票师，他一开始就下去了。肯定换票师都第一天死哎、欸，好惨哦。高危职业，昨晚我也是换票师，也是第一个死哎、欸。换票师好危哦，职业好危险哦，这个职业。那你就自你就躲进人群里面啊。迷你还是没出，没看到啊。是我们太多那个啦，红色太多，晚点就会出来。内鬼三个，可是职业只有两个。对啊，所以理论上应该会有。嗯，不知道。迷你出现，坏掉了。在哪里？坏掉的迷你。迷你坏了。哦哦。啊，我们那我们玩的基数有没有？把间谍弄掉、哦，避免迷你又不出现。我们的那个发发、啊、可以玩了。工程师，工程师，工程师，工程师。我两场都是工程师。我第二场想说我要那个等大家拍桌，就只拍一场，然后我就躲，一直躲在仓库。然后那个工工程师，真正工程师来了，好不好？好不好？真的工程师来喽！一样可以钻地下道哦，然后还可以秒解一次任务哦。好，终于有用了。地图也换一个。好，那个三角的好久没玩了，那是 HQ 吗？好像是，对，是这样。Mira HQ。哦 ，Mira M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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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咯。好，没有间谍哦，所以内鬼看到三个就是你们彼此了，就是三个了。但是我们有工程师，不害怕，走起来，走走走，我们实施方法先预定了。万圣节，啊啊！发发，工程师倒了，工程师倒了，工程师是不是？工程师跟小丑都比较短命吗？露米先说，我刚是在那个消，就是左边那条消毒的那个上方看到紫色的麻衣的尸体，麻衣的，对，然后那时候孟娜在旁边。哦，没有啊，还有繁星，我跟你一起上去的，然后繁星是后面来的，可他不是已经，哦、我看他已经上去，就是因为我们刚好我已经走了哎、欸，隔起来了，我也在上面啦，你现在上面了，只有那个时候只有你在里面而已啊，没有啊，那时候风在、他喷了之前他就已经倒了，可以再理清一下吗？你们是从那个嘛铁柜往上，然后尸体是在哪里？那个消毒上面那个门，它不是左边有个按钮可以按开门吗？对，是消毒上面的。对，它是上面那个，它是那个，它在那个门旁边。那你们是第一次上去的时候，露米你就看到了吗？还是这样？你跟谁？没有，我们是一起上去的。我们是上去的时候，它就有到了。啊？等一下，你的公尺跟我公尺对不上。啊？没有啊，就是它不是会先喷，然后那个门才
就是上升，对，打开，然后是在那个瞬间的时候倒的，打开瞬间倒的啊，对，所以我按的时候你们两个已经上去了，打开瞬间倒的，所以就是刚倒下，所以内鬼在你们之中刚倒的，就是你们三个，不是 Lumi 就是梦娜，讲清楚一点，多这样子。可是我要讲的是，一定不可能是我，因为杀人他会往前一步啊，不是吗？往前一步，那如果啊，就是杀人的时候，他不是会往前跳一步，很像闪电一样的吗？因为他会顺过去。可是我是在尸体左边，你们两个都是在上面一点点而已耶。什么？我在上面一点点，因为我们没有，我在反应炉哎。一个梦娜的看的是 Lumi 跟繁星比较靠近尸体，是这样吗？没有，应该说他倒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比较一起，都是在那个框框里面。然后可是当门关起来的时候，只有 Lumi 在里面啊，我跟繁星都在门外面。对啊，我在外面呢。那就是啊，那可能就是 Lumi 自导自拍。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可是我觉得如果这样的状况，我是路米，我是不会自己拍、欸，因为毕竟他们都已经关门了。那、啊、他有两个人呢、欸，就是太、啊、太难那个了吧？我这样太明显了吧、那会不会 是那如果是路米的视角，他应该会看出是另外两个人啊？对啊，他没有，他就只是他也没讲在那边说、嗯，对啊。我觉得是反省耶、欸，因为我这边。因为你是后面来的啊，不是，我已经出去很久了。前面我们三个人走都没事，是繁星后面来的时候才突然死一个。对，那时候你要想一下，我看到的时候是门先关起来，对不对？喷完之后我走出去，出去之后门再关起来的、欸，对啊，门再关起来的时候我一直在外面啦、啊。这个麻衣是倒的那个瞬间 ，Lumi 拍桌，对吧？对啊。对啊，那一定是、嗯、那怎么会是我蚂蚁的旁边、哦？那就对啊，我就不在里面啊。如果门已经关了，里面只有 Lumi 的话，那不可能就是繁星啊，因为他外面不可能杀到里面啊。对啊，对吧，梦娜？不是、啊，门开之前，等一下，门开之前他已经倒了，他是门开的瞬间倒的。你怎么知道？门开的，因为我在那里啊。可是我没看到你呢。我那时候已经往上走了啊！你在门内还是门外啊？怎么可能？我说的话，我脑袋又没有觉得。不，我觉得梦娜的话，你都说有看到我，你怎么没看到我？不是，我没有在门外看到你，我在门内看到你啊！那你们三个有职业吗？我有啊，我有。梦娜什么？我是灵媒，反正是平票啊。我觉得是反星。好啊。Lumi 干嘛要拍？啊，大家进！我是警长，我是警长，你是警长，我把 Lumi 刀了。所以 Lumi 真的是，所以刚刚那个应该是 Lumi 的确是，应该是梦娜你看错，也有可能是延迟，对对，应该是有可能是延迟的关系、啊，所以才会下的那个应该是不会延迟啦。嗯，那梦娜也说她是灵媒，繁星是什么？团员啊，团员，团员。哦，你说有职业是这个意思啊？职业对啦，抱歉，对对对，抱歉。那我们现在剩二两个鬼，那我们再谈一下第一天。第一天的话，第一天的话，刚好人看，有人看到哇，发没人看到，可是他应该他不知道确定死在哪里，但第一天右边中央室那边有我，然后有巧，还有谁？还有我，还有小孩，中央小孩是，然后我也在啊，小雨，小雨，对，所以这样是四个，嗯。那个时候在中央世界两个人，因为第一天我看到发是在右边餐厅的附近，我还能右边餐厅呢，我那时候看到活体，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活体，哎，捞的吗？现捞的吗？活跳跳的。那我觉得我们四个偏好，顶多就只出一个，而且 Bobo 是那个警长、嗯。那时候第一天我跟底数是靠很近啊，然后后来小雨来。然后我去左边的时候有经过 Bobo， 我是蛮担心的，然后就也没事情，然后那时候就拍桌了。对，团应该也是好，因为那时候第一天有看到他在那边健康检查。我健康检查完，下一个是诺英啊。我跟团团互保。然后诺英完之后，我就看到哈气鬼随机去，那我是不知道后来
你们跑去哪里？哦，你快跟他挤，你尾随进去，听起来很奇怪、哦。你喜欢的哟，怪怪的。那我让你进来。哦，对，那就是怎么样？然后刚刚哈基说他有看到发发在餐厅嘛，对不对？最后那两可以看餐厅有没有那个。对，就是我刚刚在餐厅没有看到东西耶。没有，他说第一。你是他说第一天的时候吧？可是问题可是隔一天了、欸，你第一天在饭店的时候，你有看到谁啊？对啊，隔一天了不是吗？没有，他是说最后看到啊，是他死在那边是不是？不是啊，对对对，他不一定死在那里、啊，对啊。幽灵，我们我记得我是把它调，就是就永久的显示，永久可以来永久找找，所以下好，露台货仓那边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啊，那这样比较危险。我在打那个炮，嗯。对、嗯，好，好，那个，对，那个阳台的那个吗、哦、？OK， 阳台那个。没有啦，我刚刚会提这个质疑，有点怪怪，就觉得很好奇，然后多问的质疑，是因为那个时候第一天最后，哈基说最后的时候，我看到那边嘛，那、嗯、因为我不知道哎、欸，我那个时候在饭堂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啊，因为最那个时候我你那时候不是从那个。你在医疗室那个扫描出来，我不是往上走嘛，然后呢我就看到你解任务，先解那个走廊的电线，最后呢我要准备到饭堂那边要点那个饮料机，先倒垃圾完要点饮料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排桌了。可是我记得这一段时间我没有看到，所以我就很迟疑，就以第一天的来说，我就很好奇，所以想要问详细一点。对，因为你是往上走，不是往左边吗？后来我左边看到繁星走过去，然后我就跟你往上往后走，往上走。然后就看到发发那时候 走下去、啊、我不知道那时候你餐叉路是往哪走，因为最后我最后是往饭厅走，可是我没有我也没看到发发走过来，我就奇怪，记得如果没有想法就投弃票、嗯、对吧、啊？所以我刚才想问，很危险哦。李叔十六岁喽，快要李叔十六岁了，快可以投了，快成年喽，快成年了，快可以把你投出去喽。等一下，想一下。来去找哈基，哦、发现尸体在三岔路，是拍的啦。那我说，哦，团团拍先，团团拍的，还真拍的。他所以他自己刚刚也是想点，但是点输是不是？对，我刚刚以为我是我点到的。哦，哦，我这有重要讯息，等一下换我讲。在三岔路的哪里？哦、那团先，他在三岔路的中间那边。然后那个时候我下去的时候，我看到哈基在旁边走来走去。然后呢，那个时候我顿时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他会不会其实是小丑故意在那边晃？第二个呢，就是。就是他真的就是刀，然后猝不及防，我刚好下去看他，看到他这样，对，嗯、好好，那换哈基吧，哈基说还有重要讯息，我不是跟你一起走下来的吗？你应该可是你离我有随我，你离我有一段距离啊，不延迟啊，那会跟第一 round 讲的一样，如果我杀人的话，我会顺过去，然后站在他旁边，对吧？没有没有，我没有看到你刀的瞬间啊，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啊。反弹过去的时候是那个已经倒了，然后对他是已经倒了，然后只是想说为什么你在旁边没有拍这样，然后后来发现就哦好，就是原来是你也想抢没抢到这样。对，重要讯息是我刚才温室看到诺英钻出来，啊、哦、我工程师啊，对，工程师不是说发发还是马伊是工程师，没有啦没有啦，那个开玩那个是开玩笑的，恭维了嘛，对啊，但是诺英确实是工程师，因为刚刚对那个刚刚那个有描解描解，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奇怪工程师不是倒了，波波在说什么，想说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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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是第摩羯的嘞，我去把它全部打开了嘞。没有第那是不是有两次？第二次，那第二次啊，刚刚第二次啊，第一次那个进来的时候是晚上的，那个不可能没有解。对，但是我们还没走出去，他直接秒解了，所以对啊，就解释了。嗯，那这样的话，开始攻蚕丝。我可以保宝宝，我也可以保啊！我就警长妹，还有自己不行啊，奇怪。听起来哈基确实比较可以。啊，我等一下，我想说，我保团团，如果小雨跟宝宝互保的话，其实就只剩下一些人啦。巧克力其实也有跟我待过一阵子，他蛮好的啦。所以你小丑。我觉得上一局就哈基跟团团的证词两个就是互打，我就觉得很疑惑。你关于对关于发发的就是行踪这件事，而且这个拍，既然像团团你说的，哈基是先在那里了，他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先拍到。对啊，嗯，因为我看到他好像有往上看到，然后看到我们下来了。我刚就是看到诺音他钻出来，所以我是直冲想要去餐厅要拍，然后走过去之后，我就看到亮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旁边地图怎么有尸体，嗯。对，可是哈基这个行为，我就觉得偏好。是他看到诺音钻出来，然后他就他，因为他不确定工程师有没有可能在场上，知道吗？嗯，反正团团我是保他。没有没有没有，不，这反而是承认哈基不好，因为第一天、哦、的那个时候是诺音秒解电灯，因为我们是船员，所以很明显知道暗，然后被打开。可是他是内鬼，所以他没有那个特别的感觉。哦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就这个行为，我会觉得，所以他没有感受到，哎、欸，那个工程师还在。哦，他们哦，然后他刚刚又是像团团说，他是在那个的旁边，我觉得这个坑位，而且比较狼，好吧。而且刚刚哈基不是说第二次的关灯那一次嘛、嗯，是他解的，他没有感觉到第一次的关灯，他感觉没有感觉第一次一开始进去就关灯的感觉。对，你真的没有什么。真的没有看到，我没注意这是第一次关灯。你说因为太快了，剩下就反正就是我跟繁星和迪叔，你们可以看看。我觉得有可能有坏小孩哦，没有，应该是好小孩吧？嗯，不好说啊。好说，我包括你的被动能力要发动了吗？等等，我们来看下去。好，被动。一小时，一小时，一小时。哦、好危险哦！危险哦！那巧克力吧。巧，你怎么死了？我看了什么？我也看了什么？我不懂哎、欸。怎么了？就是刚刚是不是巧倒了之后，然后旁边又有一个咖啡色的东西？是不是有白白？嗯，是有一个咖啡色的东西跳到，对，跳到就有个百变怪，对不对？是有百变怪，有百变怪。
我超错愕的，因为我在拍下去前一秒看到一个咖啡的东西穿进通风管，我想说，他该不会是狼吧？然后一拍尸体是他，所以他是在那个吗？在那个叫什么和反应炉那边吗？那个配电室吧，是在配电室那边，因为我往上走的时候有看到啊。然后刚刚小你说看到有东西钻进去地道，我在研究室的那个上面角角。那你有看到有人钻下去？对。然后刚刚拍桌前，我看到咖啡色的东西跑出来。还是研究室是诺英吗？是不是？可是刚刚是在我开场有看到很像是繁星钻地道啊。啊啊！你要确定呢、欸？反正现在二打一啊，反正现在剩、啊。因为我跟小雨一定是好啊，我跟团团一定是好啊。然后团团把哈基打出去，这个行为偏好。那如果他真的是百变怪的话，敌数一定不可能是百变怪啊，他就是、啊、那就剩罗，就剩罗伯啦，就是罗伯啊。罗伯拜拜拜，罗伯再见。所以罗伯，你刚刚真的变巧克力哦？所以我看到到底是谁？那我跟你讲，好，那听我讲哦，宝宝。啊，我从来没钻过地道。是他看到是别人。我从头到尾没钻过地道哦。所以是有百变怪变成你哦？应该是哦。为什么百变怪？不是我们还有拍桌，我们还有拍桌。然后不用拍了，不用拍了，我要讲一下。我变成巧克力。我本来要去刀你，刀谁？刀团团的时候，然后巧克力突然往下走了一步，就是下一个目标就是他，所以我刀了他。所以我刚刚、欸、我看到是你吗？我没有钻过地道啊。那你们可能是看到我，你是看到诺英啦、哦，因为我只看到一个咖啡色，不知道。哦，那诺英现在确实外表是咖啡色啦。我跟你们，我跟你们澄清一下，对不起，我在乱钻，对不起。我快被吓死了！我是巧克力色，它是面包色，说清楚，你是咖啡色东西，咖啡色东西，哪看得出来啊？哇！哎、欸、哎，美、欸、嘞！巧克力多了，巧克力没了。所以我第一天两，难怪对不上，我两只狼。不是，我真的没有刀。那个是我刀的。你们那时候的说法，我们没有办法有画面呢、欸，就是还是好奇怪，就是很混乱、啊。我觉得是延迟，我已经走出去走很远了。哦。所以我说我看不到孟娜那边的画面。掉包、啊。那为什么露米要自爆自爆？我不知道啊。因为孟娜就在我旁边，她应该有看到我刀啦。那你为什么刀了？你为什么刀人？因为我以为繁星还有刀啊。不是，双刀。哎、欸，你在那双刀就不用拍桌啦。你在大马路那边拍哎、欸，那是刀哎、欸。大马路。而且我不是刀，我已经出去了，你在房里面呢、欸。重点是你不用拍桌，因为你既然相信繁星会刀孟娜，那就让他去刀啊。嗯。就是让他有点反应，你就一起一起进去，然后让他刀就好。啊，你等繁星刀，你等我啊？是吗？哦，你看你就等他，搞不好，搞不好那三个我没有相信他会刀。你们弟弟，对啊，你没有相信，你不够有信心。不是，谁会知道你在？好混乱哦，我们完全没有。对啊，完全不知道怎么了。他还清楚的画面，你知道吗？他还清楚的走到那边直接刀下去。我想啊，完蛋，孟娜在那边怎么办？就看不是，我看你在房内啊，我看他在外面啊，我看他在墙外。就是延迟，你们看到的人位置是延迟在。画面很乱，我去浇花，我差一点就可以浇到花了。所以他自己讲，那个是他真的没去。就是我在那边想要二边来，想要乱一下，结果把自己害死。没有嘛，因为我在想，会不会是我把花没看到。哎、欸，我这又不要乱讲话了。讲了一个有目击证人的，怪怪的，还想刀我啊？尊重一下实体哦，尊重一下实体哦。别乱说话，我们共同指导的。不好意思，我要举手发问，那个掉包者有毒啊！每个都第一个先死掉，掉包者有毒。自己小心啊，这也是要乱讲。
好想看碉堡者的技能发动啊！怎么都看不到？真的哎，希望下一个碉堡者能够发动技能一下。知道，等一下碉堡者就不做任务了。啊，等碉堡者看看碉堡者啊，会不会活下去？等下碉堡者先点呢，转转下引力躲一下，试一下。啊，原来是真的在外面哦！可是我那时候看到他在门那边蹭来蹭去，哎，哎呦，我想当普通人。很好，大家都乖乖的走，不错不错。哎呦！哇 ！Yes Yes， 露米做得好！可是我没有看到是谁，我只看到黄色的。黄色的，黄色不就黄色的？他在办公室外面的那个地方死掉，然后那时候那边很多人，两个人走下来。嗯，下来好像有小雨。哼，还有谁？你旁边还有谁？我旁边。我不知道哎、欸，我那时候去中央市结完，然后我就往下走，看到你们，然后我走出来下面，然后你就突然拍了，我想说怎么回事？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啊，换票子还活着吗？哇，所以我刚刚拍手，你好开心哦，我好紧张，哇，这个里面回应活下来的耶。这个绝对好，这个绝对好。我刚刚想说我要死，我要死，我好。难怪 yes yes， 我听到 yes yes。关键是你们太怎么行了，无法理解状况。小孩死的好，因为我活了。小孩想举手发问一下，不好意思，刚刚没漏听。虽然那个尸体是布鲁米，你说你是在办公室，他在办公室外面，好的，就是门口那个地方。那我这边应该是可以保孟娜了。就是应该没有那么神，就是因为因为呢，我那时候开场就直接往左边的反应炉那上面走，然后那时候孟娜基本上也跟我去走这边走，所以尸体是在右半边，右上方，对，是在右上角办公室，所以呢，我觉得依照时间应该不太可能，因为呢，孟娜也是有跟我一起走到消毒室，然后走上去走下来，让八方活下去。好，讲完了，讲完了啊，那个什么，在那个啊，大家可以灌票 Bobo 啊，我看我会换成谁。我是警长，我是警长，大哥，我把你换走啊，你不用担心啊。啊，那你要把你换走，我先讲一下啊，我们要先 set 好啊，要先 re 要先 set 好吧，先 re 好 re 好，要先 re 好吧。我觉得还是刚刚那边比较关键吧，下来的我有看到有小雨啊，可是小雨我好像还有看到别人，我上去的好像是我跟哈记一起上去嘛，对，你跟哈记，然后我跟在你们的屁股后面，哈记嘞。没，我没看到，我没有注意。反正这一刀不会是我跟萝卜啦，哼，还是蚂蚁。蚂蚁怪怪的，蚂蚁。我听到蚂蚁有声音吗？等一下。有啦。我跟小雨啊，我们在做任务啊。我没有，我在中央。你们踩他尸体过来，哎。我们踩他的时候没看到尸体过来。我往下的时候没有看到。我们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啊。那里是两，那边是两人倒吗？一只迪叔的鸡腿啊，一个迪叔的，一迪叔。哎 ，Lumi 的口气很稳哎，他没有抖，对他这次没有抖。嗯，那你们那时候有看到发发也在右边吗？还是没有看到他？我没看到发发，我没看到他。问哈基看看，应该是我跟不到我旁边是谁。对，发发好可怜哦。啊，还有，可是刚刚都没有玩游戏啊。小雨蚂蚁，小雨跟蚂蚁的阵型怪怪，斗不起来。船员呢？船员，哦，船员太多了。可是我没有，我那一间在解任务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蚂蚁啊。对啊，这样，所以你们两个阵型是互冲的。我在中间啊，你没有看到我。你在中间，你们两个之中，
必有一狼，必有厉鬼。那我们都投一下波波好了。结果还是这个状况吗？BOBO 有啦，会帮你换啦、啊、如果没换就是，哎呦，哇，Switch， 好帅、啊！终于看到了，巧克力多好，巧克力多好，我保护你，保护你。啊！哎，这个很新鲜哦，这个是关灯的瞬间，我看对关灯的瞬间、哦、我看到有亮的东西，我说哈什么鬼，然后我就按下去了。我新鲜的萝卜。我团团刚出来，从办公室出来，然后我刚进办公室要解电灯的任务，然后右边有巧，还有谁？有孟娜，我还有我，还有谁？还有谁？没人的。嗯，应该会哎、欸，你团长，你拍是拍办公室那里？对啊，那旁边不是拍，不是啦，中央门外吧？中央室，我到拍之前都还在中央室，我是看到亮了，我就想说什么鬼，我就按了。对，然后其实老实说，我没有看到萝卜在哪边，我是看到它亮了这样。你只有看到灯亮而已。对，我想说亮了，我赶快点，然后就这样被拍出来了。亮的应该。然后反正我在按的之前，我就对啊，我好像也就看到巧克力在右边这样。嗯，巧一定不，巧本来就不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团，我觉得他的 CD 不可能那么快。没有，对，这第二次了，第二次他会整个弄 reset， 他应该不是坏人，是好小孩。我觉得是好小孩，还是你其实是坏小孩？没有，好小孩啊，波波。可是好像就坏，至少这一刀跟他无关。我都单走。嗯，然后诺伊单走。卢米，我不确定哎、欸。小雨是好吗？孟娜上一轮就是孟娜哎、欸。孟娜上一轮是我跟他讲对你的那个说法对。对对对，因为确实我是有看到他，所以就是起码上一轮是可以，应该不是他弄。那才刚在接电线，我刚刚在那个办公室外面上面那的接电线、啊。小雨也在这里吗？对不对？我没有，我最开始出来之后，我去那个我往反应炉那边走了。我在路过那个哪里洗衣房外面的时候，还有遇到萝卜一次。洗衣房。可是那个离你们抱有尸体的地方超远的，我后来就上去消毒，然后到研究室了。哦，我在那边。我最后那个位置有看到蓝色的，蓝色的，蓝色的，现在有两个蓝的哦，哎、哦，三个，小雨，就是那个巧克力可以保我吧？对啊，我可以保，对，所以是小雨的。那这样知道就是孟娜到的，不会是我啊？因为我在接电信呐、啊。可是关灯，我们不确定呢、啊。嗯，那个位置的任务不是电线呢、啊？什么？你问的位置在这里吗？我刚刚不是在中央室吗？中央室，然后之后往我就走出去了，然后我就去那个温室前面那边接电线呢。到温室哦，你说温室跟办公室下面那个角角那边，对啊，角落啊，然后你们就拍桌了。那我觉得你的机遇好像又高了一点呢，因为呢，我很确定罗波的尸体应该不是在中央室这一个房间里，那就是在走廊那边，那其实离你超近。欸
因为他不是在中央室，但是我可以拍。那然后呢，那时候我又靠近中央室的这个房间的门口，所以代表说他要么就在走廊，要么在中央室里面。可是我应该记忆中他应该不是在中央室里面，就最后的时候，对，所以我在中央室绕了一圈啊，所以不会是我啊，不，他一定不在中央室啊，因为我在中央室绕了一圈。反正那这样他就在走廊上那。我知道了，投我，然后巧克力会换票。什么换？又换？又换？你想换？哦，哎，这女人投你啊？啊，为什么投我？哦，我自己投自己。我以为你会投我。啊，泡泡，你被害妄想症越来越严重。有。为什么梦到会这么脏啊？我刚刚没看到。他就是比较离尸体近一点啊。哇，对啊，可惜的爸爸，你今天没游戏体验。是啊，没打手机多好，不要太靠近人群。没有，我觉得这地图好人有点难躲欸。真的啊，这地图不好躲。鬼图欸，是真的。刚刚那个哎，小鱼死了，欸，哦，对对对，你从第一天这样还没结束，对，这样还没结束哎，其中一定还有一个鬼。那直接拍一拍啦，我掉包，哈基是医生，因为我有来包，所以我可以保他。我警长啊，我灵媒，那就是诺英啊，因为我是好迷你啊。嗯，哦，船员哎，那船员少了也没关系。好啊，反正我们可以漂泊啊。等一下，所以是来不及了，又要去了，来不及了。诺英第一天有站在医疗室，可他站的位置我觉得没有很中间，是有可能坏坏哦。我还以为孟娜真的是，欸，啊，我没有杀到人，但是那时候还是比较怀疑小雨，我在想说我是船，我是坏船员。哦，那是小雨，你有点坏。有难道，欸，所以孟娜是被害的？对啊，我孟娜很惨，没有我变成团团的样子，然后去砍完，然后跑走。然后我听到小雨的求救就跑了。对，我是福尔摩沙，哎。哎，小雨，我是有怀疑他，可是因为他刚刚说在左边，然后我们这边也都没人看到他，想说那应该就是别人。我的确是去左边传过去的，没错。我招小雨。到时候就想说，看要不要给他金水还是干嘛的？这样不要给我，不要。就你算是坏人。哎、欸，你们第一天还好没有看到两个尸体，好快、欸！第一天你其实投进就很可疑，只是因为蚂蚁更可疑，想说就投他。对，我就想说不行了，我要切割，我要切割。你完全没有说蚂蚁在你附近，我想说，因为我一开始就说我没看到人，就是很奇怪啊，这超奇怪的。我就要坚持，我没有看到人，真的。然后我本来想说要害露米的，可恶！他们两个走上来了，太难了。哎呀，怎么会这么多人啦、啊？还有谁？还有换票，好好玩哟！我做事了，我换到了，换到了。阿凡好难过，阿凡都立个死因。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我滑手机滑得很开心。哈哈哈哈哈！我认真做完任务才滑手机。我刚刚有发现有一个人只有解两个任务哦。不是我，我有全部解完。露米。对对啊，掉包子他没办法看，就是现在比数票数比是多少？他只能换，所以其实也很难，就是在关键时刻，除非是怂恿大家票波波。嗯，所以等下掉包子可以玩，怂恿大家票，怂恿大家票波波，然后不换啊，然后不换，怂恿大家票自己再把它换，觉得坏人啊。你刚刚讲了什么？你刚刚讲了什么？啊，你怎么的？有他记得暖暖的蓝蓝，我有收到。有，我有收到，你多活一回，多活一回。对，我哦，又可以活下去了。哇！那我们最后在那个啦，可怕的地图 ，Airship 来了 ，Airship 哦，那这一关长任务就只有一个，好吧，会少一点点。好的，好，做会比较可怕一点啊。Yes, 那我们也让好人再多一个，这个其实也还好，它叫做市长。
哦，市长、哦、市长呢，他其实就像是狼人杀的警长啊，就是他是两票哦，他投票一个人拥有两票、哦，但不确定是不是可以票两个人，还是都只能票一个哦。嗯，对，所以等一下可能你当市长可以票票看，可能可以票波波跟迪叔，说不定就他票比较大。说啥？没有稳踢哦，没有稳踢，分散两边还是分散一边，好不好？好嘞，好嘞，那就再来喽，再来。我想尿尿哎、欸，我想尿尿，有点像尿尿的脸，就搞了，累累病。哦、oh, 不，我看到的繁星，快了吧？是萝卜，好快！我是市长，好，没事了。啊，好，我是说，我们刚刚的话有诺音繁星团团，然后这样是几个？我诺音繁星团团，哦，四个，然后在货仓在哪里？在货仓重生，然后那时候我团团繁星就往那个往上走厕所。然后到处就是到档案室，然后我在那时候不是有关灯吗？对。然后关灯的时候，我想说哦，我离那个电太远了，就没去接。然后就在桌球室那边接电线，然后我就看到团团先过去档案室，然后再看到萝卜过去档案室，然后他就关门了，门就关了，然后就我就看到下水道的那个盖子有打开，然后门一打开就看到团团倒在那边了，所以我觉得这边是萝卜啊，我是交换者哎、欸。交换者，喂，换票师，换票师，换票师，有第二个换票师吗？有第二个换票师吗？还有就是团团，所以有可能是那个吧，百变怪，你看到是百变怪，那这样就是诺音呢？啊啊啊！现在有我的事啊！等一下，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那个不可能那么快吧？你看，不管，我还在后场。你一开始是你团团诺音和繁星四个人在那，四个人在货仓重生。我觉得繁星的反应不会是这样，我怀疑的是繁星。来啊，你投我换你啊！是十二分之一是团团，也蛮难的耶、嗯。没有，如果我繁星真的是换票，他可以把我们换给他的票，他就换到我们就投给他，他可以换自证吗？没错，他可以自证，直接两票都送他。我来，好狠，好狠，可以换诺音，好，你可以换别人，你们私人恩怨自己处理。哎、欸，那个方法，你是两票，可以，你可以票两个人，还是只能票一个人？哎、欸，好，我票一个、欸，哦，那就是两票都灌在那个身上，直接灌两票下去。那好了，好多，哇哦，他假的，那可能就是换票师死掉啊。哦、哇，那也很敢呢、欸！这么刚好、啊，好扯哦！又是第一个死啊！好、哦，你换票师了、哦，你换票师啊、哦！你夸张哎！你真是换票师啊、哦！那真的是换票师！抱歉，我想要随便跳一个，还真的中哇！换票师今天就是短命啊，好可怜哦！然后我刚刚听巧克力那边讲，嗯，我觉得十分之一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中吧。我就在旁边就是关麦讲说，嗯，巧克力你立 flag 了，嗯，就中了。哦，我快笑死！动物的直觉真敏锐。哎，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杀完然后直接跳，哎，好可怕哦！我也没想到 Bobo 竟然会在，哎，因为对吧、啊？哎，我其实没有想到他就这么刚好跟在后面。就没想到蓝色的，刚刚观众说什么蓝色的洞是里面有工程师，不是啊？工程师？他说蓝色的是有工程师在里面，你看哪有那么多工程师？没有吧，就一个吧。对啊，你看，哇，哪有那么多工程师？
警长死了吗？唉，对，他没有发动到技能，我觉得好亏哦，好可惜、哦。工程师他技啊，哎，你想到巧克力是坏坏。今天还蛮有趣的，嗯，哎，怎么意外的都是我，变成巧克力刀的巧克力啊！对啊，那也都是力啦，哎呦喂啊！哦，要做汉堡了，番茄、蔬菜、番茄、蔬菜、牛肉、牛肉、牛肉、面包，不要牛肉、面包、蔬菜、蔬菜、番茄的汉堡最好可以最好好吃啊！菜堡，它就是菜堡，它还没加酱哎、欸！哇，吞不下去，吞不下去。就是我也不太行，就算是吃素我也不行。哇，掉包者你怎么在这里？我很可怜耶、欸、我今天想说哇，掉包者感觉可以玩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一站到自己是掉包者，我想说该不会我等一下就要死了，就真的就死了。哦，他们有人说工程师只要在第一道相连的通风口都会发蓝光，他说你的狼人视角会是这样、啊、你可以之后看看啊，相连的、啊、有工程师在里面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就比如说 A、oh. 就可能 B 洞 B 的洞口有工程师在里面，就 A 洞跟 C 洞连相连的就会，对，也会破坏。可是给巧克力吧，巧克力会想要破坏啊，感觉巧克力自己控制啊。对啊，然后我写下去了，然后都没有破坏。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乱破坏的话巧克力可能会干扰到它。对，他可能会想要原本怎样，原本想要怎样，然后就被乱了。对啊，除非分身乏术。哇，我比较好奇，好谜底如果就这样被票出去的话，是连坏人阵营都输，对不对？我靠，让哈基蹲下去。没有啊，还是就你死了？不要，我刚好看到，哎、欸，有蓝色框框了。嗯，哦。这样哦，这样应该哈基跳出来讲的啊。你说讲什么？他是工程师啊。他刚没讲耶。对啊，还是他想说没有那么多人看到。嗯。巧克力你在哪里？他在最上方。最上方下去了。下去好。他又上去了，他要杀工程师了。哦，有哦，他变白，他变哈基。他干嘛要变他，然后故意杀他这样吧？我快笑死了！真的，哇，好好笑、哦！我的天哪、啊！等一下，我帮他关门，关他以外的门。他还在那边走来走去、欸，哎，啊。哦，他要去采哈基的 DNA 的样子。哦，尸体也可以采哦。嗯，吧。这么神哦！哎、欸，我觉得他会 GG 哎、欸，照这样进度，他们感觉没有发现彼此那个，感觉要爆爆了。五米清除者怎么不跟贴着巧克力走啊？露米也想要有杀人梦吧？对啊，你看船员很多都死掉啦、啊。正好迷你啦，还有谁啊？哦，市长还在是不是？市长难得活这么久。市长，这场有点凉凉的，我觉得他等下跑出来杀迷你，没有不会啊？不对，因为不哎，因为林梅在，林梅在，没有，而且他还没长大，对，忘记了，他十八岁才能杀。如果还没十八岁就杀了，这个游戏就不能玩了。鲁鲁米去哪里？鲁鲁米，快龙，你去哪？哎呦哎呦哎呦，这个角度不错。哎呀，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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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状况？没有啊，巧克力啊，他把那个杀了。嗯，然后清除者在干嘛？清除者发呆啊，他在发呆，发呆，他在干嘛？你去清尸体？不算的。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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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去听了，
我死很多人呢、欸，怎么那么多？太多了吧？等一下倒几个？哦，被清掉了，因为刚刚跳出来只有两个，然后我看到的是麻衣的尸体，在大厅那一边，在大厅那一边的那个小房，上面那边的小房间。我清尿尿。可是我看到我这边还有一只麻衣耶、欸，那就是百变怪、啊。麻衣也是。孟大，你那边有职业吗？我吗？我是灵媒。哦，爸爸有职业吗？我市长啊。哦，对，你是市长。市长啊，迪叔长大了，他应该是好。我跟你们说，他应该是好的。我觉得我刚刚在机房那边的时候，有要往左边走，可是我看到巧克力贴着门，因为那时候门关了，然后。他看到我快来的时候，他就马上跑了。然后那个通风口有开，所以这边我是一定会投巧克力。一房，我没有走那里了。你是应该说你要是什么时候？我浮空台的那个任务是我解的，那时候有看到你。不是那时候你一直在右边，左边都解完，但是你还是没有用。没有，我觉得你不会这么慢。是左边，他要两边同时解，我右边一直在解，是左边没有解。好，然后是 OK， 这那时候是你过来 OK， 然后哈记那时候是那个工程师过来的、嗯、对，然后而且解完之后我是离开你们，因为那边人很多，然后我想看看左边是谁解的，然后可是左边就是一台车，蛮多人过来，我过去没看到。我啊，我这边应该会先踩卢米，我觉得他怪怪的，我觉得时间比较久、啊、所以应该要嘛是一刀一清，或者是有坏小孩，然后跟百变怪。可是我觉得是很多人，应该是一刀一清、欸。我觉得没有清吧，因为没有，因为刚刚跳出来只有两只，可是现在死那么多人，一定有清呐、啊。小雨的尸体也不见了 ，Bobo 尸体也不见了。对呀、啊，我觉得是 Lumi 跟巧克力，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都偏好。我们三个，我们三个连一起，你们走在一起耶。如果我要杀，我就杀你们啦。梦娜、发发跟我啊，那就是。可是我那时候明明就跟梦娜、跟发发走一起啊。没有，你只有跟我们一段时间而已。然后之后，刚刚不是关灯吗？然后我就去修灯。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如果等一下我找到发发尸体的话，那就一定是卢米杀的。然后因为我没看到法法尸体，可是后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 出现一只麻衣，然后刚好我又看到麻衣的尸体，所以我这边那我觉得是你是把麻衣觉得一定就是 Lumi 跟巧克力，没有两只紫色的，一定是我记得两只紫色的，两只紫色，我跟麻衣都紫色啊，你是不是记错了？没有，麻衣在拍桌的20秒前我还看过他往右边跑，麻衣倒了我还看到两只紫色、啊、麻衣没有死很久，那就一定是卢米画的是巧克力，麻衣我们就先票一个，然后我们再你要票谁？如果真的没有过，我们就拍我票卢米。我觉得应该是有两狼，可是卢米是，可是我真的不是。你们要票可以，可是我觉得迪叔的说法还是比较奇怪。阿梦娜跟方法，你们说有走一起，就看你们的状况，因为我过程是比较少看到。那票谁？我票卢米。好。看看有没有结束啊？我被你杀了诺英，我被他变成你，可以好坏，大特杀哎、欸，好扯、哦！因为他们两个走一起，我就那时候就觉得他们两个走一起怪怪的，然后就很想拍桌，可是又你说谁跟谁？哇，你断麦，现在就看他们三个怎么。但是我觉得市长只要活着，那个票是有机会的啦。对啊，我觉得市长投就是他们只要去直接，我觉得他们现在就直接去拍桌就好了、欸。对啊，其实我就直接拍桌，就要解紧急任务了，解紧急任务，紧急任务要先解掉啦，先解完。可不然没有，或者是他们就是慢慢，因为他们现在三个都贴，他们三个贴紧解任务，其实慢慢解就没了。嗯，可是他要偷变其中一个了，他故意的，他故意偷变了，他故意变，他故意变迪叔，他要变迪叔，是不是？趁他们分开的时候，这啊，可他们全部都走一起耶！可是他们现在有那个紧急任务啊，不能。爸爸，你怎么弄？拍桌可是没修灯啊！对啊，修灯啊，修灯才能拍桌啊！他理解他的，他理解他的感情了，完了完了。
这个一个过去真的不太行哦。哇，这很危险哦，这个很危哦，这个被砍来了。那个电灯怎么那么近啊？对，我还想说应该还有一点时间，我要钻地道过去砍孟娜。哎呦，哎，就差一刀了。露明怎么没有刀孟娜？我想说你要刀啊，我负责清啊。你就直接帮你让刀干嘛？就只差那一刀，我还在 CD， 我才刚刀人，我干嘛？你这段暗示啦。就刀你已经很后期了，很后期就是尽量刀了。其实刚刚我在幽灵视角看，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孟娜准备拍那个麻衣的时候的那个时候，露米会去刀孟娜。对，我也以为他会去刀孟娜。你亲你刀你亲都可以啊。对，我以为会，因为他们那个尸体没，但尸体很关键，那真的太关键。对，就因为那个真的很关键。那已经藏在那里了，就是如果那个刀刀下去就赢了，因为就二对二。对，哎呀，欸，你知道我刚被杀掉的时候，巧克力马上变我，他就拿斧头了耶。啊，红色的，没有，那是变了你才砍你的，那是你，那是哈吉拿着，那是哈吉拿，跟我无关。我想说你们两个走一起很奇怪，我想去挨桌举报你跟努米，但是觉得没有，波波是容易刀你，又不是我。哦，有，哎呦，露米能刀就刀啊！哎，对，繁星看完那么快就倒了，哎呦，繁星陷阱帮助我们很多，有几个陷阱是繁星弄的，对不对？哇哈！那时候我还在坑，然后想说怎么办，然后繁星一个陷阱，然后就哎呦，有想法。我突然想说，嗯，我都还没按，没开麦哦，是繁星没开，繁星没开麦，哎，我们尽力了，不，我的错。没事，我的错。一开始被换的就是我刚好就刀了换票师，我太厉害了。是十二分之一啊！哎，换票师真的是有毒哎！你真的很猛哎！为什么你会知道团团是换票师？我不知道啊，猜的啊，赌啊！乱讲就讲，走错了，笑十二分之一啊！哦，有假的。我想说，真的没有换票师说话。我想说，哎，那就当他是换票师。然后还好有想到。我们这样讲的话，对不对？如果他真是换票师，我们投他，他可以把换成对，对，他可以换成对，对，是可以换成换票师是可以自证。都已经第二小时，你都还没扛，你今天比较清醒哦。你今天免费动能力耶，他要扛了，我要扛了，不要扎我，拜托让我活下去。走起。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再当鬼啦？当鬼好累啊！怎么这么快？好快！好快！好快！关灯！关灯！太过分了！我要怎么关灯？谁关灯？你怎么那么凶啊？太凶了吧！我跟你讲，那个，哎，你讲。没事，你先讲。好，我先。你看到了？你在哪里看到了？在厨房。可是我跟你讲，厨房哦，出生的有诺伊，然后麻衣。我不是出生在厨房。嗯，不是说，那如果看到麻衣，然后跟孟娜，然后还有一个我，然后其他我就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狼坑蚂蚁蛮大的。蚂蚁，我一定要说一句话，我在那边叠汉堡，我本来跟孟娜一起叠汉堡，叠着叠着他就出事了。可是他不在叠汉堡那边呢。没有，他是跟我一起啊，他跟我在厨房哎，是在厨房，可是他在厨房的右左下方哎。哈？嗯。被做成汉堡了，我一定要先被做成汉堡。
好可怕、啊，好恐怖。那我可以问你，在换票师还在吗？对啊，我想问换票师。换票师，对啊，换票师还在吗？我只有看到还在还在。我一开始、哦、你是哦，看到木娜，我没有看到其他人。我这边应该死在、他是死在盘子下面，还是他走出去了？他变成肉块了啦！他变成肉块了。但是没有你，爸爸，你是不是还有附近还有别人？应该是还有还有人。我其实是有看到诺英一起跟我们出生在厨房、欸，我没有出生在厨房。诺英出生在哪里？我出生在，其实我也不知道那里是哪里，我看一下。怪怪的、哦，大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里。大厅，因为不是，因为他是写英文。我出生在大厅。那你等下可以改一下中文。大厅看到我跟哈基。哦，因为我看到哈基在大厅，因为我刚刚有那个，我有跳那个地道到那个大厅下面的那个地洞。你是工程师？工程师？没有错。你是小偷？你是小偷吧？小丑吧，应该是小丑吧？小丑不会玩那么好。正牌吗？万子要跟我一起跳工程师来。我感觉麻衣的说法蛮真的，然后也感觉发发应该有漏看人。如果就算我今天刀他好了，我还站在那边不是很傻吗？我应该跑掉吧。你是小丑啊？我应该可以自杀或自拍吧？就是我自砍自刀啊。可是我没有啊。因为我在找到孟娜尸体的时候，我有看到诺英往我们这边跑，往下面来。那我这边，我觉得我现在位阶比较低的，应该就是诺英或是蚂蚁。我先跟你们讲我的路径，反正就是大厅、机房、武器室、厨房、观景台。但是我在厨房的时候，我就很开心，所以我没有看到灯亮起来。没有，灯是暗的、所以你有灯是暗的、不是，我是说那个警示灯，尸体的灯，就是对尸体的灯，我没有看到灯亮起来，因为那时候也是暗的嘛，所以我可能也没有在那一个区块。但我不是出生在厨房。还是你们都能讲一下你们出生点吗？我跟团团在那个答案室，没错，最好。然后我们有一个小朋友 DJ， 快点，我长大了，快点，我长大了，我长大了，我长大了。DJ 梦的小孩 ，DJ 梦的小孩。哇，什么？团团，你在想什么？你要再想一下，团团。团团，你要再想一下。好冷的。太酷了吧！第一秒，团团。
我拍到的吗？我拍到的是诺英拍到的，诺英拍到的。嗯，在电房电对楼下。哎，爸爸，你有看到楼下有一个人吗？我刚刚没看清楼下有小雨，然后还有一个人是好像是Lumi刚起来。你说你们楼梯下去开尸体？对对，楼梯下去。然后上面是楼梯，上面是诺英跟繁星。可是，哎，所以是我有按，那应该是你按的比较快。所以你是在下面吗？谁在下面吗？嗯，我在上面啊。诺英，你是在电房吗？你是因为他那边是要滑下去。但我在电房啊，我在电房啊。我在、哦、所以是你们滑下去的时候拍的。我在你旁边。哎、欸，蚂蚁这个死没有死很久、哦你。你在我旁边，可是我是跟发发一起下去耶。我没下去。跟我一起下去。哦，你是跟我下去。完了，我完了。我票、欸、票我好了。不是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在大厅跟蚂蚁一起往下走。然后他去捡那个任务之后，我就往左边走，所以我可以确保他没有死很久。我在 camp 房路过迪叔，然后走到电房往上走，然后你们就拍了。小雨，那你这边有职业吗？我是灵媒。你是灵媒？哎、哦，发发，你可以再讲一下你刚刚看到上一个的尸体在哪里吗？在那个厨房的左下，就是靠近那个观景台那个。门口那边，在外面靠近观景台门口，对的厨房，还在厨房里，在。可是他的灵魂不是你说的靠近观景台耶，就是在右下方，哎、欸，左下方，左下方，没有没有靠近，应该。他就是在厨房，到底在哪里？工程师，可是我觉得发是好人欸，因为他刚刚都没刀我。他不是工程师吗？我刚刚经过，我跟你讲一下，我刚刚经过的路段，就是波波跟在我后面，然后超可爱萝卜就是也在跟诺英在附近，然后我看卢米先往下滑，然后我就先跑掉了，然后因为我知道巧克力是他是医生。因为他刚刚给我盾、哦、死掉了，对他给我盾、啊，然后我刚刚要跟你，就是我原本要去拍桌，可是我来不及，就是我来不及过去，你们就先拍了。那我觉得你现在这狼坑就是三个啊，萝卜、诺英跟卢米啊。可是我是不知道诺英这边对你们来讲狼坑大不大？我觉得还好。我跳身份，我是警长，我刚刚没有去杀诺英，但是因为我差点杀到繁星。不是，我觉得诺英这个拍他偏好了，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我路过的时候我没看到那个尸体，所以那个尸体已经在，我反而会觉得迪叔偏坏一点。不是，我没有去过电房，为什么是怀疑我啊？你被骗了，百变怪，是百变怪。你有经过谁、啊？你被骗过谁啊？我经过很多人欸。哇，谢喽、欸。那不好意思，借近个几秒钟问一下，那小雨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你要一直想靠近我？一直想靠近你，对，我有一直想靠近你，有啊，在那个武器库那边的时候，我有感觉到你一直想往我这边走，但是后来你就想要算了的，然后就走掉了感觉。我要去拿枪，他想杀人，枪你没有，你后来没有去放手枪啊？他想杀人，我不是拿大把的 AK， 你是拿大把的哦，好好对，拿大把的，好好好，哇，这个票型好烂，票型好烂，准备走，完了，好恐怖哦。
米奇不要过去啊，对不起啊，刚刚是有人漏麦，我要说那边很危险，有人漏麦了，有人漏麦了，很危险，我关麦啦。所以是刚刚那个是谁死？我刚刚漏看了。宝宝哦，好，那就小雨讲吧。小雨，你关麦了？有吗？哎，有了。我刚要去接那个紧急任务嘛，我要往上走啊。我出生在那是哪里啊？忘记了，因为我是灵媒嘛，所以我想说我去看一下殿房尸体在哪。殿房尸体是在那个九宫格嘛，那个八的位置，在那个接电线那边。好，所以该是你们刚好楼梯滑下去，旁边刚好可以拍，没错。所以然后我就沿着那边往上走，走到大厅到机房，要往上的那个转折那个角角，看到了 BioBio 的尸体。那我就拍了，我想说啊，反正任务直接拍尸体就不用接了。哦，对耶，对，这也、啊欸、可是、不好意思，因为在这边的话，其实就可以排一些人啊，露蜜警长，我工程师啊，然后小雨这边是灵媒，那团你这边呢？他不是换票吗？哦，你是换票，哦、okay, 那就是。那现在就是迪苏你呢？你是什么职业啊？你有吗？我是市长。哎呦，你是市长。啊、那个哈基你呢？你是坏，你是小迷你长大的，对不对？他长的。啊、不是啊，其实刚这轮就很明显啊，因为刚刚说啊，不是繁星都拍了。因为我说那边很危险 啊，不是，但还有一狼啊，我们现在就可以讨论另外一狼是谁 啊，可以讨论一下。有吗？就现在，那现在就是哈基跟诺英的回合了吧？如果照这样说了。对啊，就你们两个，我们觉得你们两个狼坑最低，最高的。我是在右下角，小雨经过我也看到我在一直在接任务，对，路过一下，就是那边有个很麻烦的任务，那个电房的，对。我无法可说，因为你无法可说，不是因为我觉得我都没干嘛，我也没看到啥、啊，然后我是一个船员，那被你们排出，那也没差、啊，对吧？等一下啊、然后呢，那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很想问一下，就是啊，露米，你那个时候就是刚刚那一轮出来的时候，你有遇到谁吗？就是。可以讲你说这一回吗？还是上一回？对对，这一回，这一回遇到小雨还有谁？有三个，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出来的时候是关灯的状况，是，所以我只有看到小雨在我旁边。哦，没有啦，因为呢，我刚刚有觉得很奇怪，很就是有点小纳闷的点，就是一刚开始是在货仓看到有看到好像露米的样子在右上角的那个地方，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后来呢？过没多久之后呢，我就走厕所、桌球室到档案室，然后到淋浴间的时候，又看到有另一只露米从大厅的那个方向走。是不是？那应该是有百变怪。对，所以我刚刚在想说那，那还有百变怪。可是露米说只有看到一个，但是总共遇到三个就比较尴尬一点。啊、因为我几乎都是在货仓、厕所、桌球室跟档案室那个区块走而已。哦，好吧，那。这一轮要先票那个吧，萝卜，我的狼可以是萝卜诺英的，萝卜，嗯，把萝卜拿去种，我们只有一个船员就比较容易排，我是被那个、哈基啊。你不是被百变怪的啦，真的我被哈基杀的，换你啊，好扯哦，小孩那边哦。但是哎、我觉得迪叔很棒哦，他穿那个市长衣服，对啊，蛮有可能再撑下去，有机会，有机会。刚刚因为现在一定得枪，不然还是蛮劣势的。因为迪叔现在没人怀疑他的身份了、因为马英那时候，我有了，晚上了，有了，马上进上去。拜，诺英，诺英，拜，应该是诺英吧？对，诺英。我只能说，
我刚刚在淋浴间都没有动，你们自己再想想看。可是露米这边是警长哎、欸，就是这款游戏就是这样，不能说什么事都没做，还在为自己挣清白。欸、不对，等一下我想一下哦。没有，其实团团有看到我，我先讲哦。其实露米他这边有可能是警长，然后去抢努，然后他自爆。太错了。对，那这边是有机会他旁边有其他人吗？他旁边有其他人吗？旁边就是我跟他、啊、我跟团团而已。对啊，我跟他进，然后不是他有顺过去。欸、我看他顺谁顺过去？你说诺英吗？诺英对。哦，所以是你们看到他在诺英，然后就是他爆掉的。不是，我都在淋浴间的那一个门口哎、欸。而且你第一时间怎么没有说啊？是他撞我？你第一时间没有讲这东西，对吧？我没看到、啊。如果是骑士的话。我真的没看到啊！啊，所以你脚底呢？所以我真的没有看到，因为我刚刚的状况就是我在淋浴间门口，我没有动过，然后我就看着你们一群人跑过来，然后就拍桌了。我跟着你，我们三个人一起往下走的。你说你没动作，这个我觉得这绝对有问题。我跟你一起往下走，经过去你怎么没动作？我没有往下走，我一直在大厅跟淋浴间而已。我真的没看到我吧？对对，有啊，我有看到，因为刚刚确实前面是诺英，好像就是有点犹豫，到底好像要靠近我不靠近，我就觉得很怪，然后所以我就往上说，哎呀，我就在那边自己心想啊，鸡快跟着我，我要去接任务。然后之后后来呢，我们俩你们要用一个理智的心态，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大厅，然后我看到团团，然后我就只是站，然后我看到团团要往上，我就说哦，好吧，那我自己一个人在淋浴间这里接任务，然后我就在解电线那边，我解完的时候我就站着，我没有动，然后你们就下来了，然后就看到拍桌了。没事，就是、那我们这边就是先归票于你，因为我们也觉得你狼位比较高。那如果真的这边没有出去，我等一下可以来拍桌，然后来拍桌拍哈基，或是我、对，因为那看起来是我们两个嘛，我们帮你伸张正义。对，那我们就帮你把他们两个送下去，把那个坏迷你送下去。坏迷你，我们帮你把坏迷你送。没错，坏迷你这边就只能先请你牺牲一下了。啊，还是我没票。是都没做啊，有刀他，我真的什么事情都没做，连一个刀都没刀啊！啊，不然露米不是你刀的吗？露米不然露米谁刀的？迪叔刀的。我真的哎，我也很多时候都是没什么都没做就被推出去哎、欸。在做什么？可是他们说露米是倒在你脚下不是吗？对啊。我不知道，我完全没看到露米在哪，你知道吗？那我真的完全没看到。对，那就他们也没办法，因为以一个好人视野，这个太奇怪了。对，而且狼坑其实剩下的就不多了。嗯，只是迪叔他伪装市长太厉害了，我们关麦上去吧。嗯，不是我，迪叔还是迪叔？哎，迪叔，你说你是市长吗？嗯。刚刚是几票？有人记得吗？啊，不记得。刚刚蛮多的，刚刚投诺伊蛮多票的。没仔细看哎、欸，聪明你。我可以跟人家讲，不是我、因为确实，如果是哈基的话，我不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刀人。他就早就可以打。我没有道理要人要这么多，我还看到团团的状况下去挑人。我会觉得是敌输怪，因为上一个的那个什么。那个谁啊？是谁吧？谁的尸体啊？在电房拍的，对，麻衣在电房拍的那个感觉就，因为我真的就是一路过迪叔，然后他们就是一下楼梯，然后就拍那个尸体了。没有，那时候是我真的跟麻衣从上面往下走，然后我就离开了，所以我才可以肯定说他那个尸体是真的很新鲜，很新鲜。
所以有可能是他们上面的人下来的时候倒拍吧，我不知道哎、欸。那你要怎么罪名？你是市长啊？对啊，再投一次啊。那你要投谁？你要先说你要投谁？我比较怀疑哈基，因为刚刚诺音出去，游戏也没有结束啊。你嗯，我想想哦，这样我们加起来总共是一二三四六票，嗯。我再不承认，我就要罢免你哦！我真的不是，你就是可以罢免市长吗？可以吧？因为我觉得他自己做事哦，他自己感觉就是刚刚跟团团两个人这样一起把那个，反正团团现在一定是很好嘛。对，他没有不太感觉不太有这个必要去，就是再把自己的队友这样死推出去或什么之类的。头好痛哦！对啊，不管我票迪苏啦，我就票。好，我来啊来啊。票，嗯，好，那就迪苏吧。那等一下，如果迪苏出去还是有的话，那是不是很危啊？啊，不然我们票迪苏，你换哈基。哈？不是，这也更快，这也很快吧？我觉得应该就是迪苏的，不是，我是市长。所以等下迪苏是票哈记吗？我还没票啊，票我要票谁啊？那你票你自己好了，你看你票谁啊？你可以票一个人，然后自证你的情况，我们看他有没有两票，你就知道。哦、oh, ， oh. 这样子的话，雷啊。只是我觉得等一下如果还游戏还是继续的话，我们没拍桌了，所以其实很危险哎、欸。对。那我们要怎么有办法可以再保住彼此？哦，我跟你讲，我超多任务没做的，不好意思。我也偏多。我其实也蛮多的啦，可是好尴尬哦，怎么办？我们买通一下那个坏人，让我们做一下，让我们再做一下任务啦。而且你知道，我这一 round 其实在开始之前我就想上厕所，我到现在居然还活着，我真的很想上厕所，怎么办？我们三个抱团嘛。好，那等一下选哪边？好，选哪边？选第三个，第三个。好，第三个有右边还是最左边？最右边，最右边。OK OK。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不是，五票而已。这就五票，五票而已。市长，市长，市长，我尽力啊！市长，你是你不够肯定，你说你不够肯定。其实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很有机会。Nice、我想问的是 Louis 你是怎么样啊？是真的是 Louis 吗？是怎么样？不是，因为我这一局完全没有刀人，所以是迪苏刀 Louis 啊？不是刀，是我刚刚冲过去要杀诺因，结果哈基原来他一直逼近我，所以我去刀到哈基，所以我就哦，我的天哪，哈基就是你，这个坏秘密。哎呦，误会可大了。所以狼是谁啊？我跟繁星还有那个，还有迪苏，还有迪苏，那的确是你没错啊，不是啊，你看错啦，没错啊，只是我刚刚是在讲实话，但是没有人相信，我觉得无奈。这个方式因为不是打倒卢米，是卢米刀刀到哈基，然后你们对，然后你们又说是他跑去那个卢米身边，这个让我们录音太困惑了。你好坏，你怎么可以仿冒市长？我才是市长嘞。没事，被罢免的。哎，迪苏，我觉得你穿市长是好的，因为对啊，因为我们这样的设定，其实我刚刚死了才发现，就我们只有一个船员，所以如果大家就问说，哎，船员有几个，那很容易就爆出狼了。嗯，对。可是因为你穿市长，那整个蚂蚁也弄掉，你就要肯定一点，就说我刚有票，刚票数是多七票，你们眼瞎啦。我刚刚不记得到底几票了，很好机会。因为如果最后票的是哈记，那剩四个，你只要再倒两个就可以。而且他们没办法拍桌，就是有机会。没有拍桌，你要肯定一点啊，迪苏。警长刀歪了，至少我不再是穿越了。罢免了，下去吧。下去了，罢免了。不是穿越了。跟我一起吃汉堡吗？你被谁刀了？我好难过。看到一个小秘密，厨房那个是谁刀？那是我刀的。也是你，是你，你超过分的。人哦，你超过分迪苏，我就看到他，哎、欸，是迪苏哎，然后他就把我杀了，然后把我杀掉之后，我就看到萝卜跟洛英踩过我的身体，我没踩你身体啊，好
好狠哦！我是看到前面有一个小迷你很可爱的过来，然后我就被刀了，然后就是凡凡DJ 小 DJ， 我想说小朋友应该无害吧？啊，是假的小朋友，假的小孩，我还是觉得卢米很强，对啊，卢米真的太厉害了，卢米那个枪让我们太困惑了，我自己都困惑了，还怀疑我自己的脑袋都在旁边，到底是不是狼呢？到底是不是狼？我没动人啊，没有，其实诺英这场是小丑，你们都误会了，我是小丑，没有，我是工程师，好了，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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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哇，没什么赢耶，天哪，太难玩了吧。这样好，就这样啦，待会继续打僵尸啊。哇，太难玩了吧， NG 了两场，一场忘记开肉麦，一场肉麦还有什么，一场被 Bobo 找到，这我真的不知道 Bobo 在那边啊。哇，算了算了算了，没事。而且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刚刚厨房那边我不刀，然后也有人问说为什么不刀，你看哦，刀下去又被说什么没游戏体验，然后其实你们应该看了吧，前几场为什么有些时候我都没刀，你看刀诺英，诺英会说没游戏体验，刀梦娜，梦娜会说没游戏体验，刀发又说没游戏体验，那只能刀一些比较认识的啊，不会被这样讲啊，都知道刀下去了，来换游戏啦，换换哇，不爽！我来了、哦！哎呀，怎么了？没有，刚刚那个没不爽鬼、哦，然后虽然刀抓对人了，可是感觉他就是有点不爽，真的太死。哎，因为我很多次也是什么都没动就被推出去，对啊，事实我也是狼啊。但我说我怎么都没做。没事啊，早点下去，早点看戏啊。就是吧，我就去尿尿了。就是那个说你要自己自白啊，他不是哦，我就没做完，你们这样动我，我就感觉有点不知道走心吗？我不知道，就